终于到了，第一次我想拍一箱，然后回来尝尝味道，结果还没等上镜呢，就没了。结果我这次一下拍了5箱，这个一份是6瓶，然后口味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开里边有选项。今天咱们喝一个葡萄味的。我忘记了，因为它里边有看得见的大果粒。看一看。